一样先煮，然后再做，然后再汁。煮的部分的话，先到哪里啊？黄土高男是不是？找到了。好，钢铁暴龙给大家看一下。钢铁暴龙给大家看一下长什么样，就直接 ending 掉。有，他们总在聊自己的啊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那坐骑，坐骑，坐骑。现在是美人飞毯，这个也蛮溜的哦，就两个美人在上面那边坐。所以这个坐骑是我觉得蛮创新的一个坐骑。蛮有趣的。再来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当然是我们的一个每条，本来是15，等级越高，好像越多掉越多银币。干嘛？OK 了，我们今天到这边。